请收看《慧心世界》金刚八节波罗蜜经。心中一想法皆虚，儿身传遍天人心。圣教一经大学所有神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请大家合掌恭念开经偈：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见闻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所有贤士同修代表，今天是105年3月20日，我们在维新圣教总本山千佛禅堂共修，也是我们初级班阶段性的初级班宣誓。那么我们还没宣誓以前，我们要先讲解金刚经。金刚经与易经、风水学，一切万法本来都是一，没有二。物是一，不物才是二。但是物与不物呢，都在一念之间。所以我们的念头，用头脑想的悟是由心来悟，念所想的靠着耳朵，靠着鼻子，靠着眼睛，靠着舌头所感应的进入我们的念头思维。所以我们的念头思维常常会有对立，会有不安，会有颠倒梦想，会有恐怖，那个都是念头所起呀。但是我们悟是要用心，用心来悟，就没有那一些颠倒梦想烦恼的问题。所以《金刚经》是告诉我们要用心，不是用念。当然要从念进入心，没有念的你就进不了心。念是头，那么我们没有头就没有心可言呐。那么你有头没有心，那更是烦恼一生。所以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我们教主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诸天圣神活菩萨，大家承愿再来世间走一趟，很容易被世间的颠颠倒倒，倒倒颠，颠倒颠，
把这一些无明所困扰，而没有办法了解到心的本质，才用如数道百家思想融为一炉，让大家了解我们来世间上的本来意，就是要了脱生死。那么了脱生死不是我们的身体的生死，而是念头的生与死。念头有生有死。那么早上我们过初级班的同修们回来要先吃一餐与共修，但是下了那么大的雨，就开始升起念头，我想下那么大的雨，总本山一经大学应该不会举办这个华宣誓。你的念头升起来，后来又困一时啊，那就好了，那不要去好了，反正还有下一次嘛。那么下一次，再下一次，这是我们人生来世间上最大的苦恼和障碍。所以有的同修今天就没有回来宣誓，等下一批。下一批也许又会有下大雨，这都是念生，然后就有死，死掉不安的心和念。念生今天我不来参与共修宣誓，哈哈，你接下来你就会升起烦恼，在等待的三个月一次的宣誓典礼啊，这个一直在等待，这都是我们念所生起来的。所以念生你一定要有那个信心，降服其心，降服你的念头。所以我们人在世间上修行要有成就啊，佛陀呢告诉我们，当你早上起来，你要先在客厅或者床上想一下今天要做什么，你想好了你就不要变更你的行程啊，那想好了起来啊，洗洗脸漱漱口，然后呢该点香供佛，那吃早餐了，那你就一直往你今天做的所想的把它完成。但是你在开始要是例行实践修这种啊，修行法的时候，你会碰到很多的冤亲债主或是龙天护法在考验你啊，突然间就会借着朋友因缘成熟，哎呀某某人今天我们去哪里啦嘿，那你既定的行程念生起来了，你要做什么事情，你已经进入到你所要想的、所要完成的、所要工作的啊，你的目标，结果中途你要变更，哇，那个就真的很烦恼啊。接下来的烦恼，你每一件事情你要做，每一件事情就会有这个障碍。所以当你早上起来想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就要坚定你的意志力，
不要随便去变更你的行程啊！若是你时时变更你的行程，以后你就会常常碰到这些曲曲折折的烦恼的磨考，而影响到我们的计划啊！希望各位同修，我们要了解这个佛法的上圣心法，即是波罗蜜，到达彼岸啊！祝福各位。新贤士，各位十方善知识啊，一般没有修行，不深入了解佛法、道法、圣人的心的时候，往往会说我参加修行了，结果对事业越做越差劲，越不好。那是因为我们没有了解到修行的本来意，修行要修正我们过去的偏差的思想和行为。比如刚才所说的，我们随随便便去变更你的行程，那接下来养成习惯了，你的护法神将、守护神门看你常常在变更啊，居无定所，那么你以后你的冤亲债主啊，你就会常常有那一些磨考，借着各种的考验来磨练我们。所以王禅老祖师尊开示我们，你一件事情变更了，不要随便去改变你的思想和方向。但是有人问我说，师父，如果我想错了怎么办？你错要错到底，但是错到底最后你要去修正，你知道错了你就要用智慧来修正，修正到目的地，那叫做皈依佛。时时刻刻我们都在皈依佛，你要皈依佛一定要皈依僧、皈依法。皈依法呢，依照正法，依照正法去哪里呢？你要与上善知识、善知识为伴，那我们的人生就不会白走。所以有的人说，哎呀，我一不做二不休啊，第三呢就把命丢了，不是这么肤浅。我们从大梵天界穿越时空啊，来到地球上，在我们当下，我们投胎转世有这个身体，有这个身体的时候，我们要自我教育以外，接受国家的教育，接受父母的教育，接受社会的教育，尤其要接受佛法的教育，叫做佛教。道的教义称为道教啊，儒家思想的教义叫做儒教，孔子的教义啊和教育叫做儒教。无论道教、儒教、佛教，这都是教育，是教育我们要圆融，教育我们要了解自己
教育我们如何来训练啊自己那一颗心和念。所以中国大陆66年来啊无神论，到现在的领导啊才说了一句话，宗教就是教义，教育圣人的教义，现在是教育啊，所以又开始说了，宗教不是迷信。什么是迷信？我们没有宗教的修行素养，没有目标的，那么叫做迷信。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解冤释结，解除冤仇，解除众生的冤结啊，解除所有中华民族5000年来列祖列宗还有三族的恩怨情仇啊，这个字必须要有法，法就是以神道的，才能解决历史的冤仇，以神道的思想思维和修炼，才能解除我们生生世世以来的冤仇，冤冤相报。若是以人道，绝对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累劫生生世世的冤仇。必须要以神道，神道就是宗教，每个人都有神，每个人内在的灵性都是神的统称。而这神当你悟了，你即是佛，你要悟必须要有法，要有正法，所以叫做皈依法。那么本轮心圣教是融合儒释道百家思想的智慧为一炉，而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以风水学为大众解除烦恼，这是解冤释结。所以鬼谷先师王禅老祖要我们每个月的第四天第四个礼拜天举行共修，平时我们在上课也都是在解冤释结的修行上，不要让冤再发生，而要升起一个信心，升起信念，升起安心的法门，就是要有法啊，唯心圣教的圣法，佛家的教育叫做佛法，啊，一切诸佛菩萨成就的法叫做佛法，啊，一切道家修炼道家啊，无为法的道家修行者，那叫做道法。所以俗话说，道法三千，
佛法三千，满宇宙虚空，存于一心。那么我们的心有多大？我们的心就是大无其外，细无其内。啊，这即是佛所开示的般若波罗蜜啊！诸佛各位。